监测系统 ，RISE 抗冲撞安全强化车身，七安全气囊等。广汽三菱一哥，广汽，我是新晋帅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到本次国际车展。我们都知道，汽车的领先者，多项独创的高超安全和。我们坐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它超长的生命周期制定了其传奇的车型。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雪铁龙感受一下，去试一试，看一看，摸一摸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我们知道，作为赛 CVX， 它向你展示的是未来20年间，作为在造型设计上，凡尔赛 CVX 采用了雪铁龙全新一代家族设计。CVX 雪铁龙更需要将自己的性能提高，对技术的高端提升。
价格达到了65%以上。对于雪铁龙 C5X 这个百年的品牌，从最亮丽的一款车型，凡尔赛 C5X 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。您迫不及待的想要来了解我们的东风标致各款车型，没问题，您可以在现场来找到我们专业的销售顾问。这独有的技术魅力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高强度的全钢系数超过了80%，现今有哪一款车型可以？广汽轰达，
三缸的。三缸的不能混。干出来的吗？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，同时为确保华美智选蓝三伏。
的真诚，发出一笑。我是建筑经理，五月份价格车，我们的价格。它这个有一个移民模式，你一开门它就会自动往后退。对对对，也都可以自己去改。还有哪个手动的车，全部都在豪华项目，全部带了几万元档次的这个音响的，我们还带来了一些高端车，它又有什么配置？像 S 电驱、轿跑 SUV， 拥有电车的强悍的性能。那么比油车的续航里程更长，高端车的音响，高端车的配置都有。大家还担心我们这个真诚发动机效？人车价是最贵的，把我们手机和车机屏幕无缝的连接，上车前在听。
建议买，要买的话有可能有时候特别容易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话是芯片缺乏，缺芯片厂。现在你看好多车之前包括那个特斯拉的那些。
Go!
车全新品牌定位下，为品牌重新定义了。我们的精彩演出将于一分钟后开始，敬请期待。精彩演绎预计在5分钟开始。